因果不昧，如影随形，因缘相结，生死无常，修行成果为之因得，六道事业为果福德。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报啊！这咱拢总真了解因缘果报法，因果不昧，同款啊！你是种什么因啊？所得出来的什么果？造福缘啊，得福果啦。造恶缘呢，一定是得恶果。其实啊，每一个人伫人间里，多一个人无因缘呢，多一个人无到这个缘互相牵拖，啊，一直呢来生来世。来生来世呢，就是的无限量，所以拢总啊，伫生死中无限量。人人逐天都伫咧甲人见面，逐天呢都甲长的因缘相续来，长的好缘，今仔日再见面欢喜。日日欢喜，日日相见，但是有一天呢，还是呢，在生死中，来生来世，安尼呢，还是甲因缘，还搁伫咧相续，还是有因都有缘，那不断好歹缘呐。生生世世累积安尼落去啦，有福的人啊，当着佛法啦，接受佛法啦，知影爱正好因啦，咱人人共同伫这个所在发心念愿啦，一粒因。静落去啦，所以修行成果嘛是爱现在的因，或者是过去的因，啊，这个因呢，也阁是伫咧培植这个因，不断伫咧培养这个因啦。时间唔是今仔日静落去，今仔日。都恶业啦呀！来等待明仔载、后日、大后日，亲像咱伫咧今生来生啊，同款的道理。总是呢，这个因已经是甲缘会合啦，啊，自然呢，咱遇到佛法好的因啊。咱都要不断甲伊照顾，爱甲伊灌溉恶水、发披露水。咱的这粒因的种子，用发水啦，发水不断来甲伊培养啊，啊，这都是伫咧修行。那修行就重因缘。到甲这个种子发起来的时，迄个因、成、果，那伊所生的呢，是无量无量的果，所以这修行成果啦，那就一生无量咯。安尼呢，为之因得吼。一个种子，伊就会当有真多无量无量的种子伫内底，即
就是看咱安怎修行，六道四念为果，就是福定啦。咱修行的过程，咱到底要修什么行啊？小圣行吗？哎呀，独善其身啊！大圣行吗？哇，入人群中去咯，在人群中都要用方法啦，爱行六道，爱四念法，人群难道不惜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的方法，无不都是造福人群。四念法是在人群中，大家人斗阵啊，啊，咱爱时时甲人结好缘，定定帮助人啦、啊，甲人斗骹手啊。你做甲真忝来，我甲你代替一下。你的力无够，我甲你助力一下，这嘛是叫做布施呀，力量的布施。或者是呢，伊心中的郁闷，那用口头上语言的安慰，啊，这嘛是布施呀。所以在布施就是利行呐。来照顾大家人，互爱啦，互助互爱，那爱意呀、啊，抚慰，互人的心会当宽，互人的心嘛会当无烦恼，安尼共同处事，这叫做同事，这些。数量化啦，咱会当人人行六道数量，那安尼呢？就是果，这个果呢完成啦，那就是福定啦。果的完成就是福定，所以咱前面就讲过了。佛陀在这个因缘果报呢，同样有累积，一累积啊，无量寿劫以来，是当的恶，轻的恶，拢会去做到。啊，不过伊从修行开始，伊不断啊。修因成果，即过去的因是恶因啦、啊，所以知影恶因，即任何一世人啦、啊，伊都爱忍辱，爱去接受这个恶因、恶果、恶报，所以累生来呢，都是在。苦行中修行，你若看佛的本性经啊，真正是累生世呢，都是伫咧行啊，还呐，还恶因吼，消恶果，那这种嘛是爱修行，所以佛陀叫咱爱修忍辱行。在人群中，咱爱忍着啦。过去呢，你予伊个，唔知做偌呢做呢，去欺负人，或者是去侵夺人，或者是去伤害人。那咱今生出世，大家一见面呐，那知影，哎呀，这是因缘呐。无定着即世人呢，咱行伊也未完哦，伊也未讲原谅咱，所以安尼都也未完呐、啊。
就等于呢行世啦，也未结晓，所以来生世啊，你阿哥都爱继续行，行到吼结晓啊啦，圆满啊，安尼好，你行欠我拢行完啊，所以讲起来，对不对？行者啦，好，唔是遐尼简单，这世人都拢行完啦，也有这世人过去的恶因，来到这世呢，也未成熟，因为呢，伊也未到位，所以也未来吐的啊，所以咱都爱搁在等的后世人，搁该碰到。赶快爱个行啊！因为呢，咱性命是无断的，不断延续落去，枯竭啦，有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的生死啦，确实呢，真正咱的命，这个性命。应该呢是永恒的啊，这就是啊，咱爱定定自我警惕。咱讲过了，佛陀也有救诺吼，教的报应啊。哎呀，第一行就是修行呢，经过六年的苦行啊。这六年的苦行呢，真多的这个折磨受苦，那只是呢，是干呐起一念心，这恶口不敬，安尼念念都有六年的苦行哦。啊，第二是顺道离诽谤，当然这拢总有故事啦。在僧团中有阿弥呢，风风雨雨啊，真多呢，而且障碍真多。在僧团中呢，啊，佛陀的本身呢，也捌脚受伤啊，这也是过去有因缘，也个有妈咪吼，啊，一段时间呐，吐破，互人用。饲马的马啊，来给他吃。那也还有琉璃王啊，来杀他的色气精族。这都里面有因果呢，也还有去食空巴吼，出去分啊，连他的精团出去呢，就是人人把门关起来，就是不愿意呢。穷用也有经过了阿弥的苦难过吼，也第七也有见到你呢的诽谤吼，啊诽谤僧团也有呢刁达啊，就是提婆达多呢，处处要陷害释迦佛，也个有在寒风雪冻啊。寒无衫好穿啊！安尼呢，去甲人讨衫来穿。啊，这每一条呢，都有伊的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过去呢无用所结啦，所造就的恶缘呐。所以有这个恶因呐，现在生活呢？
才有安尼恶报吼。所以成就了佛陀呢，一世人啊，也有经过了这九种的烦恼啊，所以也叫做九种的烦恼吼。那就是佛出世间成道了后，所遭遇到呢有九种的灾难，这都是教。生活都也过有迄个依薄未尽呐，何况讲咱凡夫呢？啊，有时阵呐，听到在一挂真复杂的声音嘛，不管是诽谤啊，不管是啊等等呐，一种爱，拢会家想讲，哎呀，过去诶。障碍别人啦、啊，过去呢，可能有无多好呢，那去损害着别人。现在呢，受障碍啊，甘愿接受啦，真呢，咱若知影因缘果报，都心呢，一个真开阔吼，都甘愿人生啦。都无虾米烦恼，哈，甲苦诶变作是甘诶。来，下面一段文阁安尼讲：以自作人，逆定勤作，勿得害事，以方便国，得尽其主。吼，呀，大家人呢？哎，好好做工作哦！那大家人，哎，认真呐、啊，唔通懈怠哦。那就是因为要方便呐、啊，接近伊个囝，所以就会中价。甲这几袋的衫脱落来了后啦，身躯完啊用真侪垃圾放伫身躯里。啊，个手接持着这个粪气，那看起来呢，甲大家人拢同款呐，所以一惊惊我，甲大家人就做一个勉励啊。哎呀，大家人，咱大家爱认真做哦，啊，唔通平淡哦，啊，咱大家人呢，爱好好用功啊。这叫做理性，也是爱意哈、哦、啊，来动事多，这些佛陀也方便呐，挖尽人滚咯。那以自作人的意思，就是讲，譬如佛啊，甲大家人讲哈、哦，啊，一切佛祖，哎呀，大家啊，这些地主啊，必须。先有思念处观，这些断烦恼的上好的器具，咱若要断较粗的树根呐，啊，咱都要用斧头啊，甲斩落去；也若是较幼的呢，是用刀啊刮吼，啊，或者是用猪头骨。用各种无同的器具，同款，咱的修行啊，咱的心的烦恼无明，那咱到底呢？知影人生是苦啊，苦集灭道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身躯啦。这身躯呢，甲外面的境界接触啦，那甲外面境界接触了呢？那就是心就生起动念啦，身躯有了动念呢，开始就有行为做作，啊，拢是为这个身躯啦。啊，咱要用什么方法来看咱的身躯，断这个心的烦恼啊？佛陀呢，就用思念处观，观心不净。咱的身躯真是不净啊！
那来去病院看卖一下，或者是人呐往生了后啦，有的人无人知，啊那会闻到这臭的味，啊飘得真远，人大家人拢闻会到啊。啊，其实也未死的以前呢，大家咱都关心不净，咱都爱知呀。九空相留不净物啦，咁就是身躯只不过是安尼嘛。那社会定定发生着啊，真多求爱不得啊，都起着杀害的心，做出了真多呢，吼、哦，真惊天动地的代志。啊，拢是因为这个心呐、啊，所以这个辛苦做了后呢，迄、那个感受是安怎呢？讲你是真快乐吗？也只不过迄个作乐的时，一时啊时间啊乐断啦。那做了业了后呢，迄、那个修的苦就真长咯。所以啊，修是苦啦。那人生呢，是真无常啊。这么无常，咱看不开吗？真正是那看不开啦。这无法度去体会呢，法无我。真正了解法了后，什么是我呢？我只不过呢，是人的自己的称呼，叫做我。咱人人拢是叫做我嘛。啊，但是我要讲你，这句话明明都你讲的呢，无啊是你讲的呢。啊，为着你，为着我，啊，我是讲安尼，啊，你唔是讲安尼，啊，干那你啊我，安尼呢，一句话啊。来惹风波吼，这嘛是同款呐。所以咱若是看不开这个法，那还是执着的迄个我，那就是烦恼就真大。所以这个数量处啦，真正咱爱用心吼，这数量处呢，啊，都是爱用智慧。要用智慧，咱若有迄个数量处观呐，自然呢，啊，好好细细去甲伊思考，那咱就会当知影智慧，这智慧就会出来啦。也咱若是凡夫呢，干那执着我的感受，安尼呢，那烦恼就直直生。啊，咱伫咧修行呢，佛陀教咱呢，都是爱数量处观吼，这就是智慧为体啦，以慧观的力量，因为智是分别智呀，啊，慧是平等慧呀，所以呢，以智为体，那以慧的力量吼。阿弥呢，咱就无法度呢破除咱的烦恼吼，甲心呢安住在道法的面顶，互咱会当静而不暇。咱若有数量处啦，这个法呢，伫咱的心，咱用心啊去细细解思考，自然呐。人敢那一个念头爱精进，所以就爱用低分之气，就是爱用法啦，法爱入心啦，安尼呢，就是文慧外患的地位吼，这外面啦，啊，唔是伫咧修行的人吼，但是呢，就是白衣菩萨，意思就是讲技术啦，人伊呢，嘛是会晓讲哦。我爱熏花香啊，透早天未光就出来啊。虽然呐、啊，因
也阁是伫在家啦，但是因也是真用心伫咧听话啦。一般的人伫咧听话，何况讲咱已经是修行啊，所以逆定勤作，不得害事，以方便故，得尽其主。佛陀用种种方法，安尼甲咱诱导啊，看看甲咱诱引引导，用四体法，用四念处，搁用四正勤。素净勤呢，那就是一心恶灵观灭，哎，赶紧断啦，哎，搁甲灭掉去啦。未生恶呢，灵不生，咱已经呢，都是伫咧精进啦。所以恶唔通好生起来，已经生起来呢，海带中的人哎，赶紧断掉。那咱。歹的习气已经有啦，咱要赶紧断掉。要无有歹的习气，唔通去互人传染着迄个歹的习气吼。也那未生善呢，灵速生。咱那也未有好的习气啊，也未有好的动作，咱要赶紧学啦。未生善呢，灵速生啦。那你也唔捌做着好代志，赶紧呐，及时爱赶紧来做吼。啊呐，以心善呐，令正定。既然是伫咧精进呐，既然呢心善呐，咱都爱，搁再赶紧呐，对的方向爱向前前进都对啦，对的代志做都对啦，真呢，叫做。素净勤哈啊，素念处素净勤呐，那就是呢，爱精进啊，那精进勤劳，修习素净道法哈，这叫做素净勤，那以彻底咱心口意业哈，咱爱断一切恶哈行。一切善，这就是咱平时真正爱时时多用心。